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犯错误，你让我跪搓衣板，搓衣板让我给跪碎了。哎，没事，老公，咱不跪了啊，乖，不跪了。啊！喂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说我干啥？搓衣板跪碎了，我不得买个新的吗？啊，要不然以后犯错误了，我跪啥呀？啊！瞅什么瞅？赶紧给我拆！我就想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到底藏多少钱，还拿个电笔，你挺惜命啊你啊！还学会往这儿藏钱了？你跟谁学的你？你啊？我爸。跟你爸学的呀？嗯、你爸往这儿藏钱了？我爸教的。你妈知道吗？我妈是不知道吧。行，一会儿给你妈打电话。你不给我吗？赶紧，别废话，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，我看你藏多少钱。那个，这啥呀？钢镚儿。硬币是吧、嗯？你就冒着生命危险藏着100多块钱，你值不值啊？值。还值？别给我废话了，我给你妈打电话去。我爹。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才能够将你捕捉。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，要我唱几首歌。居然有人下单，让我伺候她男朋友打游戏，让我去看一看。哎，兄弟，宝贝儿。哎，你好，那个，请问你是黄晓明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那个你女朋友让我来陪你打游戏的。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先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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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先给你捏捏肩啊，来，放松放松，放松。哎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别急别急。来，小明，小明，来把这个饮料喝了吧，给你买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、来，再吃个鸡块。哦。来，还有薯条。哇塞，终于吃鸡了，厉害厉害，兄弟，是不是得回去陪女朋友了？好好，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陪她、哦。好好好啊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沙尘在你枕头下，抬起头数。如果墙壁里只剩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谢你妹哟，给我爸打酱油的。我这一生谁都不服，就服姓马的人。第一个马克思改变了我的思想，第二个马化腾改变了我的交流方式，第三个马云改变了我的消费观念，第四个马蓉颠覆了我人生观念呐、啊！妈，来敬你一杯啊！